女首长，我们真的是在捡尸。首长，他是我们的猎物。何成光。他也是我的猎物。是男人干的，女人。跟谁说话？首长对不起，我说过这是男人的战争，我不会放过你们俩的。肯定没用的，他们早就溜走了。
窗户下有人打枪，赶紧过去。蓝三，是你在开枪吗？请问是否发现红队完毕？蓝五，蓝三回答，没有发现目标，我们在驱赶目标，完毕。蓝三，红队狙击手相当的狡猾，开枪会暴露你的位置，小心一点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这个猎兵是来教训我吗？50米，太近了。他们在打什么呀？空气进去还能打？再等等。等啥？他这做的快爆腰包了，等他换下一个开枪的时候一起射击，他们的枪声会把我们枪声掩盖住。冲！行了，别在这儿发泄了，我们去搜索一下东南方向。等等，我要扫完就过来。一对一，听我口令。一、二。中来，牛哥，我说过你能行。你是一头狼。你不是说他们没影的吗？你乱扫把他们引来了。你说我？哥们，怎么这么大胆，居然在这儿等我们？哎！说话呀！你见过有人跟死人说话的吧？真够黑的，还不耳雷？没挂你身上算不错。我们都挂了，还不给个全尸？那是一个有利的制高点，也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第一时间抢占那里。帮我留意四周，我来个火力侦察。明白。打中了！陈光，你太神了吧！别高兴太早了，继续找他们的观察手。发现目标，
12点钟方向，音速中断，平台，还去哪儿？ 手来！把枪放下，起来，盖魔物。起来，起来，别装凶。你让我起来的啊？对啊。 方军优待俘虏，中国，怎么办？你不说优待俘虏的吗？你看他们的手，能进红细胞选拔的哪个都不是善茬子，都是出了名的快枪手。稍微给他们点机会，倒霉的就是我们。记住一句和氏名言：对待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拿到他们的武器和弹药。 还有水和干粮，好，给我们留一点。死人用得着吗？可我们是活死人。留一口吧。我的狙！别不说，班长，接住一下。 布置阵地。这里是进入厂区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良好的狙击地点。我们等到上午10点，如果没人，就转移到西南的沼泽地。如果有人又在这里周旋，这里方向朝西，10点以前是曙光，天亮以后对面见不到我们的反光，而我们。 就可以看到对面光学仪器的反光。我的妈呀！跟着你可真学了不少东西。说实话，别人我都不太担心。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王彦斌。我们都比他太了解对方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问题就是我还没想到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等。那你说？ 他知道咱们在这儿吗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他很快就会想到。我故意在这里布置狙击阵地，我相信他会来找我。那这么说，这里是死地了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们不在这里等，10公里内的范围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他。你先休息，3个小时我叫你。那你呢？咱轮流休息啊。 我不能休息，王彦斌不来我就不能休息。不是，7比2啊，我们还有7个人要对付呢。在我眼里，真正的威胁只有一个，王彦斌。他太想赢了，以前是没有机会。这。
下面有狙击手，龙骧是个硬枪的船，龙骧在哪儿？十九个探，在侧面，目标很大。这个高度可以一枪击穿，我们的教员肯定是要盯。应该在这个月耳朵地方。宋凯飞他教员，这个速度根本到不了。宋凯飞为什么会飞到这个地方？我也没想过，他们就知道。 发现什么目标啊？再飞一次，他肯定就在里面。我再开慢点，助他开枪。他不会上当的。试试看吧。没事儿，他想打也没那么容易的。坐好了啊。 真谛，宋凯飞是个特级飞行员，他不是轨道。说着，原因下一个敌人地，到。哎呀，啊！怎么过来在瞎搞了？我掉醋了。亏你还长四个眼睛，没看见他们刚才向我们射击呢吗？他在打油箱。不过飞行员，你果然跑得比子弹快。我是谁？ 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我们发射火箭弹，把下面整个厂区 夷为平地。第二，我们进去找他们。怎么选？你肯定是想轰平这儿了。那当然了，轻轻松松完成任务，回家睡觉了。我同意。军工，军工，对不起，俺以为能打下来的。没事，下次要听我的口令行不行？ 这里到处都是狙击阵地，不碍事。那你说，他们会进来吗？肯定会，因为我们不会出去。那万一一旦被发现，我们是死路一条。在厂区里，我们还能据险防守。
敌众往管的情况下，巷战是最好的战斗方式，没有隐蔽，我们就制造隐蔽。走，俺听你的。那里是你的狙击阵地。走，要分开啊！我会在右侧和你形成交叉狙击视角，整个厂区都在狙击范围之内，他们想要进来，必须从我们的枪口下进攻。不是，俺有点紧张。没事的，牛哥，记住。 你是多狼，听我的电台口令行事，明白吗？走。王立兵，你怎么想的？我们可能还是要进去。 不会吧！明明可以直接把他们干掉的嘛！我只要手上轻轻一按一个键，无数火箭弹就把他们变成烤全猪了。进去干什么？找死啊！那两个哪个射击水平都不低。王彦斌，你是不是打算跟何晨光单独较量一场？我肯定想跟他单独较量，但是如果要想完成任务的话，咱们就必须要进去。为什么？ 因为火箭弹干不掉火晨光，别闹了，连主战坦克都抵挡不了火箭弹，他能逃得掉？能。你凭什么那么说？因为我能，所以他也能。我明白了，抢风平这儿，直升机就得水平机动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成了他的射击目标。你未必能打掉他，但他一定会打掉你的。 王彦斌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得进去。哎，林雪儿，说话呀！他说的有道理，你不反驳？说的有道理，我反驳他干什么？哎呀，还行。太好了，看来我们必要再为你们俩因为打架昂贵开除的事担心了。来，咱们先准备。 先用电台呼叫剩下的三个人，我们七个人一起进去。七个人一起进去？哎，那进去不是等于被他们挨个点名吗？现在我们只有七个人，力量绝对不能分散，组成一个七人狙击小组，进入厂区搜索。他现在就在里面，绝对不会出来的。现在我们七个人分组不分队，保持距离。无论他打掉哪一个，最终他还是会被暴露的。一旦暴露目标，我们就可以把他干掉。好。 这个办法好，既然你们都同意这个办法，我也同意。哎，不过，那这直升机怎么办？扔掉。不会吧，瞎搞！这刚过瘾就扔掉了。那你要是背着它进去，我没有意见。我反对，好几吨呢。<笑>老妖怪，老妖怪，这里是蓝三，我们在厂区外 A1点汇合。 完毕。收到，十分钟内赶到，完毕。收到，十分钟内赶到，完毕。
不着急了吧？冷静，车长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，红队的狙击手就是何成光，我非常了解他，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部门，我相信大家对他也是印象深刻。据我推断，他现在已经在厂区，而且已经布置好了狙击阵地，就等着我们进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七组的狙击手挂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七个人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分开，应该集结在一起，立刻组成一个狙击分队。休息两个小时，完毕。红衣，那你呢？完毕。我没事，你休息，完毕。安，安也没事，完毕。别撑着了，他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来。完毕。你咋知道的？完毕。首长，你今天也开了一
听之计，未透气，不能下手。小姐，大小姐，起来了。天亮了，我们得走了。往哪儿走啊？都迷路了。不管了，先走再说吧。红衣，他们在释放烟雾弹，我没法捕捉目标。完毕。二，注意车辆圆速变化。完毕。收到。完毕。这儿少了一个人，完毕。那肯定是王爷，他进来了。知道吧？收到，完毕。进来，回带小心。随时准备改完毕，练。收到，完毕。
老公，老婆，我们已经脱离猎物的这声马鸣，准备好了吗？完毕。老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完毕。老婆，老婆，我们一队已经准备接收，希望我们的牺牲没有白费。完毕。老三，任务收到，完毕。要是真的打仗，就得去送死。单长，得以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，就像一部巨大的战斗机。真妈呀！你还装有文化？什么有文化？没文化。请苏联元帅如何复仇？红一，红一，红二捕捉到目标，急行射击，完毕。红二，这边，全军用完毕。红一，我在射击点的空口，再次急行射击，完毕。红二，射击后立即转移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南五九点钟方向有个狙击阵地，南五九点钟方向有个狙击阵地，立即清场，完毕。红一，红一，红二正在向下一个狙击点转移，完毕。我去，不行，你送他进去。他走进去，这是送死，必须开车。好的。红二到达指定位置，完毕。回车了，完毕。红一，我们车又进来了。不要紧，再送人进来。你，确保。情况怎么样？完毕。来
大三，我现在已经被他发现，完毕。老五，是否需要支援？完毕。先别进来，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位置。完毕。确定你的安全。完毕。我现在非常的安全，我在他的射击死角之内。不过我现在不能动，一动就会被他们发现。完毕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待时机。现在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，一旦弄清楚情况，再去行动。完毕。好戏开场喽！哎，参谋长，你说谁会赢？拿双猫的人会赢。我知道，知道你看好何成光，但是那王彦兵啊，绝不是软蛋。你不信，赌一把。我不跟你赌，这违反规定。我就喜欢看着战士互相竞争。哎，这有竞争才有进步嘛。蓝三，怎么又接到命令就擅自闯进来了？完毕。不是我们开车进去的。完毕。班长，班长！哎，我们中白眼风了，组长，美女！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接近他们，到那个制高点汇合。可是我们的人都在他们手上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，就算救不出来，死要死在一起。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到。
醒！醒醒！臭流氓，打我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？啊？你以为你是个英雄？我就是一只蟑螂，我他妈要活的踩死你！找你控制我，倒霉蛋！你快点踩死我吧，早点踩死我！不，不要慢慢留着你，我要慢慢的玩死你！来自哪个部队，都是你的。拿不中。你不想吃？想。那你要是骗咋办？孩子，孩子，你得先让。
他不傻啊。那你要是骗俺怎么办？俺不骗人，俺们战友都知道，俺从来不骗人的。真的？啊，肯定。俺真不骗人啊。逗你。松绑。吃吧，吃！吃着碗里垫着锅里的，这个你也要是吧？Thank you.